这个礼品本身，是不是这个就是特别的这创意设计巧思等等，让这个受的人、接受的人感受到这个特别的这个别出心裁，真的很感谢我们外贸协会这次那么用心的打造那么好的一个会展的平台，让台湾的精品、台湾的名品能够有机会让国内外的买家来一起集中一起来选购。 I place some order. I find several articles. I will place order. Yeah. Here we expect to find a new potential supplier to see the possibility and to see your production. Many different products. I mean, if the product is interesting or innovative products. 通过这4天的这个参加的会展，那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外国的买家，譬如说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另外还有像中国，另外呢像这个日商跟美商的公司都有来洽谈。那我们也非常乐见我们的这个业者他们有走出这个台湾这个市场。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国外的客户，不是只有台湾而已。 那就是有比前几年遇到更多国家，像是有韩国的、马来西亚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针对这一次的话，不仅仅是台湾的市场，那国外市场的话相对也对我们也有所帮助。很多中国大陆的客户，那还有香港的，还有刚刚也有马来西亚，那还有日本的客户，效果算是蛮不错的。此上我们有谈到一些，就是譬如说。 他想要用品牌 logo 做结合，比如说飞机上啊，或是其他的行销合作案的结合之类的，或是甚至是植入一些偶像剧啊，或是一些节目，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还不错的，这是意外的收获啦。